Hello， 欢迎大家来到动漫新纪元。说起怪兽中的最强王者，你知道是谁吗？今天啊，咱们就来介绍四位长得很有王霸气息的超级大王。如果你觉得谁最帅的话，记得在评论区中留言哦。第一名，黑暗杜杰尔，作为银河奥特曼的最终 BOSS， 他的本质其实就是银河奥特曼的反面，是一个黑暗巨人，全身覆盖着黑色的盔甲，胸口啊有着跟奥特曼计时器相同的红色球体器官，武器是黑暗火花枪，技能是黑暗火花波动，用黑暗的能量将泰罗奥特曼变成火花人偶，还有红色破坏光弹击败了没有完全变大的银河奥特曼，破坏了泰罗奥特曼的屏障。第二名，安培拉星人。只有黑暗大皇帝安培拉斯，听名字就有够炫酷了。这家伙是奥特曼的最终敌人，全身上下被黑暗所包围，肩膀和头部的黑暗盔甲非常强，而且最令人恐怖的是他的战斗力。希卡利和梦比优斯的双重光之技能竟然被他的黑色披风完全挡下，随后用雷佐利姆光线直接把梦比优斯打成了虚拟状态，就连最后跟众人合体都是直接从光的形态分装出现，足以显得安培拉斯的强大。手下还统领着黑暗之王，众多都有些怪兽，不愧有着黑暗之王大皇帝的名号。第三名，邪恶贝利亚。贝利亚的形态有很多种，地球形态、黑暗形态，这个凯撒贝利亚的典型贝利亚。但是要说最帅的一种，就是贝利亚最帅了。它是由安培拉星人和黑暗杜杰尔两个融合教堂进行恶魔融合释放变成的。在战斗中，先是击败了赛罗奥特曼的超限和捷德奥特曼的金光之战，技能啊也是相当的炫，包括极恶重击、极恶射击、极恶光切等等。话说这么多技能，你真的不是主角吗？黑贝。第四名，加古拉，他是红凯的死对头，但又对红凯有着特殊的感情，没事啊就给欧布奥特曼找点麻烦，召唤各种各样的怪兽，不信与蛇应剑，拥有极快的反应速度和力量，在跟欧布奥特曼的对战中很少处于劣势。加古拉的王者之心呢，来源于他战斗时的动作和高傲气，虽然经常会做一些奇怪的表情，被各大玩家当成表情包，但是不得不说，正统的他还是很帅的。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一期精彩节目，记得猛击评论箱的关注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